直话直说，我们每个心灵法门的弟子如何来好好维护我们的心灵法门，做一个如理如法的护法，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好吗？以身作则吧。以身作则好吧，最主要以身作则，就是让人家感觉到你像菩萨，让人家感觉到菩萨还在人间，你们做的事情出来要如理如法，要像菩萨。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如果你们不像菩萨的话，那么就是说你们其实已经在没有维护心灵法门的尊严。因为心灵法门现在到目前为止谁都知道我们干干净净的，对不对啊？给国家给人民都是好事情，没有坏事情的，所以谁都爱护它，对不对啊？你们一定要爱护心灵法门，绝对不能给它抹黑，听得懂吗？维护好我们心灵法门是我们每个做弟子的责任啊，师父。好啦。好的，感恩师父。好。感恩师父，师父您辛苦了。好，再见再见。师父，您好像喉咙还是有一点沙哑，您好好休息，多喝水哦。好，谢谢谢谢。好，再见再见，拜拜师父。拜拜，哎，感恩师父。好，听众朋友们，那么这个直话直说节目呢到这儿结束了，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。